人生难免会遇到很多选择，医疗过程也是一样，有些病症会有不同的诊断治疗方式可以选择，也各有优缺点，选择多难免也有烦恼，做决定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与其专注在旁人的看法，不如冷静想想自己最在意的点是什么。医疗人员是专家，您也是自己身体的专家，在做医疗决定之前，和医生谈谈自己最在意的事吧。医病共享决策，做自己身体的主人，借由合作和医疗团队一起讨论最适合您的方式，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哦。